好了，不陪他们玩了，找到人直接给他们一通一击吧。再来医务室看看，哈哈，这个灭哥还在这儿呢。浪哥，我这都放过你两次了，可惜你不懂得珍惜啊。看来你在这医务室医的应该是脑袋。走走走，继续找人去。哎，这有一个，你们看这名字取的，光军哥，哈哈，又一个模仿辉哥的，估计辉哥也表示很无奈吧，直接带走。 Nice， 赢了。好了好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这就是今天的老马斯毒王模式了，三种毒药水给了船员们最疼痛的教训，浪哥我玩起来也是乐此不疲。再试一试其他毒药，先掐个电，吸引船员们去配电室，这样浪哥我才好找机会下手，不然一个一个的全躲着，都尝不到我精心为你们制作的毒药，那岂不是一大损失。哎，这么快就走了，还好辉哥还在，嘿嘿，好兄弟就是用来坑的，直接来一剂猛药，好好陪玉儿去吧，我在跳管道逃走。哎，这家伙模仿我辉哥，装扮都一样，还取了一个灭哥的名字，哼，要不我现在技能 CD 肯定给你灭了，我辉哥能是你说模仿就模仿的吗？咦，秀妹子，她怎么在这不动了呀？咋回事？这在飞船上思考人生呢？我这毒王在她面前晃来晃去，依旧岿然不动啊！玩呢？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！算了，直接带走。估计她思考这人生的真谛就是以不动应万动。灭哥，这家伙怎么还在医务室呢？大哥，看来你这伤挺严重啊，可惜了。技能还在 CD。不然能让他伤得更重，再来掐个电吧，看看有没有倒霉蛋来修电。嘿嘿，用这个变异毒药逗一逗他们，虽然没啥实质性伤害，但是也可以让他们看不出来是谁在修电。哎呀，咋就只来了一个人呢？哎，只有一个倒霉蛋给面子啊，那看在你这么捧场的份上，那就给你来一个慢性毒药吧。嘿嘿，小宗，我劝你快去找个风水宝地慢慢变成鸡腿吧，有啥没完成的遗憾也只能留给下一局喽。浪哥，我继续观望观望，来跳个管道，去哪儿好呢？食堂不想去，这里吧，又有个人，算了，现在技能还在冷却，我还是去找找小宗鸡腿解解闷吧，正好继续看看我毒王的杰作。哎，在这变鸡腿了，大哥你这找的位置有点草率啊，怎么说也得找个有桌子椅子的地方变成鸡腿啊，实属是不太高明吧。好了，不陪他们玩了，找到人直接给他们一通一击吧。再来医务室看看，哈哈，这个灭哥还在这儿呢。浪哥，我这都放过你两次了，可惜你不懂得珍惜啊，看来你在这医务室医的应该是脑袋。走走走，继续找人去。哎，这有一个，你们看这名字取的，光军哥，哈哈，又一个模仿辉哥的，估计辉哥也表示很无奈吧，直接带走。 Nice， 赢了。好了好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这就是今天的老马斯毒王模式了，三种毒药水给了船员们最疼痛的教训，浪哥我玩起来也是乐此不疲啊。